客厅，那个卧室还可以，有张挺大的床的，卫生间比较干净。这个次卧嘛，我们也不用，拿给你做复健，锻炼锻炼身体，怎么样嘛？ 这跟我爸说的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我一直都想有个大阳台，视野也好，还能晒太阳。这地方可以养点花花草草什么的。 你爸他帮我们找房子也挺辛苦的，可能是我们的标准不太一样。等你好了，我们收入比较稳定，可以再换一个房子吗？你说呢？房子我已经不想说了。你看那阳台外面，就是个工地。在我们这种小县城，这种房子你觉得？ 他能值1500一个月，我可是把一整年的房租都给他了。以前我们没有这样住在一起过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家，所以也不用计较太多嘛。主要的是给你一个康复的地方。 我是学设计的嘛，对吧？专业我们就不浪费。嗯，你看这个电视虽然老旧嘛，但是我们也不看。这个装饰是有点简单了，但是看我到时候再来设计。家具还是挺古典的嘛，还很有意思。然后那边可以放个大书柜，可以把你的书都装进去，怎么样，大哥家？ 人成功之前，肯定是要吃点苦。不过，很快，你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出名、最有钱的作家了。
来嘛，试一下嘛。挺软的呀，要不你也来做一下试试？在我们家病号有限。哎，要不我去帮你拿个毛巾擦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擦过了，咋还这么大味儿啊？哎，你怎么还就是在这坐着？赶快躺下吧，医生说了吧，你要休息。哎，我这太喘了。有这精力，你还不断按下你的腿？你也可以看下书嘛，要不我把爸爸账号给你拿过来啊。那你先这样吧，我出去给我买两杯咖啡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拿铁了，我买两杯摩卡。膝盖按了没？嗯。感觉怎么样嘛？还那样。上次说的那个药，人家已经发货了，估计还有个几天就可以到了。这都半年了。什么药没用过？你膝盖好的慢吗？他血液循环少，就是这样的。以前我从来没发现，现在上街总是看到一些瘸子、残疾人，开始觉得我可能也会跟他们一样。你不会的，你年轻嘛，好得快。但愿吧。吴梦。嗯。现在交通也太发达了。昨天我还在北京，你在上海。现在咱们都在这儿了。嗯。
我以为你是90后呢。我总是还会产生那种感觉，就好像没离开北京，除非我仔细的听。你知道北京和上海一样，什么轻轨啊、汽车啊、各种人说话，声音特别的嘈杂。但在这儿吧，一阵小雨就可以算是那种所谓的喧哗了。这是你长大的地方吗？嗯，但对你就不太一样了吧。我大学的时候来过，我们还去爬过山的嘛。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怎么突然就决定回来了？我这一下快的我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。对，首先提出这个意见的人，你这样说有点太不负责任了。嗯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去过上海嘛，然后也见过叔叔阿姨，他们都是那种比较讲究的人。你不用想他们，其实没什么。哎，你听，咱们刚刚还说下雨，这就下雨了。从大学到现在，突然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家，你会不适应吗？这不是我们一直的计划吗？嗯。但是，我以前总以为你会在上海扎根。我也以为你会在北京安家。我知道现在的生活跟以前差别太大了，有很大的转变，我会努力适应的。你以前觉得我是个娇生惯养的人，可能现在也觉得，但是你慢慢就不会这样想。一个人一旦有了目标，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。和十几岁的时候相比，我们确实变了很多。你别吃太多，都十一点了。哟，我们这儿下边还有面包店呢。没有，我骑车去买的。骑车？动感单车？哦。我听说动感单车可以办月卡，10块钱一张。对啊，等你好了吗？我们都办。这儿空气简直太好了。对呀，
不然为什么叫旅游城市呢？
点了外卖啊，收拾厨房太累了。啊，我在听歌。我给我们点了外卖，给你点了回锅肉饭。哦，好。新药到了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嗯嗯。新药到了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哦，试试呗。没啥感觉的。那是你用药太多了，皮肤都不敏感了。这跟皮肤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啊，药要生效嘛，那是需要点时间，特别是膝盖供血少，但是皮肤很敏感啊，药效强不强他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医生说的是，要不是你看洛奇学人家天天到处跑步，能有我吴医生？而且也没见见洛奇在山上跑。我现在早就不看洛奇了，我现在听贝多芬。无题，你是十年前的一本书，悄藏的欢愉，在那些不寐的夜里，诗歌及月光，记得杜老，记得厨子，记得那冷冷的雨，在烟旱的北都。你我都是离蜀远游的浪子，仗剑北上或南下，伴着轻舟与猿啼，且让山风再吹一阵。身边没有你的诗集，只有你吟过的月，将你我同照。那就再换一次你的名字，一如当年。余光中，刚刚我念的诗你听到了吗？我刚才洗脸。那要不我再给你念一遍。哎呀，就是那个嘛，余光中去世的时候你写的那个。嗯，那个我那年写这个朋友圈的时候你还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你记得吧？嗯，记得。他去世的消息是挺让人震惊的。我有个想法。嗯，要是说我是余光中在世呢，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写诗的天才呢，就像李白和但丁那样。你喝假酒了？也不是，我换个说法，如果我在写诗上面有才能的话，那会不会有种可能我选错人生方向了？你要写诗，现在还有人看诗啊？
但现在也没人看小说。那咋没有人看呢？我妈还在看。她看那种不叫，她那叫什么玄幻小说、穿越小说，和我写的不一样吧？那你要写什么？我要写严肃小说。有好严肃？就是那种严肃的会让你没钱的那种。那你现在已经做到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今天还是挺高兴的。我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，三次都没考过。其实我已经觉得自己没指望了。米开朗基罗23岁就雕了《哀悼基督》，对吧？泰森20岁的时候就成了世界拳王，我已经快30了。没机会了。但是今天我看了自己写的诗，我觉得自己写的还不错。诗能写好，小说或许也可以试一试，大不了可以把乔治·福尔曼当偶像呢。他45岁的时候还成了世界拳王呢。考研考不上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。你说是什么原因？我又不是老师。那你凭什么相信我呢？你觉得我到这个地方能写出来？因为我相信你嘛，而且人都要有个梦想嘛。依据呢？你的依据是什么？你喜欢看书，喜欢写作，而且你写的也好，然后考研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说这么复杂，你难免会碰上暗箱操作嘛？难道你说你没碰上？连续遇到3次吗？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写，是你的使命。一会儿你想不想看一集那个社会故事？可以啊。这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，你能相信吗？只能说这世界太大了呗。他被偷了个钱包，就可以去杀一个陌生人。我是看不出这样的事情有什么联系。可能中间还有其他的事情发生吗？节目没说而已。我觉得节目说的挺清楚的。他上了公交车，被偷了钱包，然后进了一家商店随便看了看，然后他就把女老板给杀了，而且关键是他一分钱都没抢。这样说也太简单了，有时候一分钟之内可以发生很多事啊。说的你好像在场一样。哎，那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吗？你假如说他是个精神病，当时正好受刺激发病了呢？这不可能，精神病是会影响量刑的。如果真的他有精神病，节目也不可能不说。那你说是什么情况呢？我觉得
那是源于一种情绪。情绪。对，就是一种情绪。咱们先来一个假设，比方说他是一个对自己感觉到非常悲观的人，就是说很消极的那种人，那么他的自信心当然也很低。我们说他现在已经到了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。在这种时候呢，他的钱包被偷了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可能也就是感到有点惊讶，然后去报个警也就行了。但对他，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对他，怎么不一样了吗？这件事摧毁了他的自信心啊。这件事把他可以作为一个人最后的那种机会也剥夺了，所以呢，我猜测他应该是处于一种非常愤怒的情绪里面，只不过他自己没发现啊，他只是在漫无目的的到处游走，但是心里面十分的愤怒。嗯，他极度愤怒，他不知道。他的这种愤怒属于一种潜意识的范畴，他当然发现不了，他只是走入那家商店，然后就像开关一样被打开。我觉得那个老板娘可能是有点不尊重他或者怎么样，因为毕竟他是一个看起来很自卑然后又刚倒了霉的人，一种姿态上的不尊重，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有点挑衅的语气，就完全有可能导致他做出那个行为。那我的如果言语上不那么客气，你会把我伤了？我当然不会，但他会呀。因为这是属于他的一次反抗，他必须把他自己受到的所有的那种屈辱一次性的发泄出来，明白吗？我经常看电视看到一些那种杀人犯，他说的那种答案都特别的荒诞不经，你就觉得这是怎么可能用这种方式，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去杀一个人。但如果就是不是他们谎撒的太烂，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原因。嗯，那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把我杀？我为什么会知道我不会把你杀了？你在问我这个原因吗？嗯，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会把你杀了，因为你非常的漂亮，有很多的优点，比方说你的头发的发质就非常的好，如果我把你杀了，那不就叫做暴殄天物吗？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？
在北京自己做过一次青椒肉丝，从此我就知道了自己厨艺的下限。我这第一次做，也别抱太大希望。还行啊，挺好吃的，比我做的好。再怎么样也能吃吧。辛苦你了。不过呢，我这有个问题。你为什么把它炒得这么黑呢？味儿不错，就是黑了点。你不做过吗？我是做过，不过我的颜色还是挺好看的，虽然还是不好吃。酱油。生抽还是老抽？啊？你应该用生抽。老抽啊，是上色用的。你什么时候这么讲究了？这不是讲究，这叫生活。既然你这么懂吗，那就赶快恢复，好让我想起这副。我不想吹牛逼，但是呢，你确实可以期待一下。这床鞋多不方便呢，我不一定会写啊，今天。那你加油，我出去一趟。
你应该庆幸你没出什么大事儿，不然这半年全白费了。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但是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下床，除非你已经好了。是差不多好了。走两步就摔跤的，你就好了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而且我下床的时候膝盖也没疼。况且，如果不是你把拐杖给我收走，我会摔这一跤吗？我每天买菜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还要给你按，你能不能就躺在床上把你的病养好啊？我知道我现在对你来说有点行动不便，但这就像口香糖一样，我自己可以打开吧。可以拿一颗出来吧？我可以放在嘴里吧？一些简单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，下床活动活动，给自己倒杯水，这些我都能做到，对我身体有好，但你什么都不让我做。谢天谢地，我躺在床上就已经够麻烦了。为什么你非要把我想得这么弱不禁风呢？怎么，我还小看你了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对我实际上是为了你自己？为了我自己？为了我自己每天上下五楼累得要死，为了我每天像个丫鬟一样把吃的喝的端你脸上，这样你才觉得被人需要。这么说我还应该感谢你了？我觉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是我的基本权利吧。我可以下床活动一下吧，当然我得保证我的安全。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不用跟我说。
这两个人啊，是在登山的路上认识的。这个女的呢，她在半山腰受了伤，脚踝和肩膀都伤了，她自己下不了山，而且呢，手机也没信号，又是座野山，也没什么人。正在天快黑比较危险的时候，有一个男的登山上来了。那男的呢，本来准备在半山腰住一晚上，然后第二天再登顶。结果他遇到这个女的，他就收留了这个女的，然后照顾了她，给她做了一些简单的包扎。那天晚上呢，他表现得非常绅士，他们的互相的了解也多了很多。这样到了第二天，这个男的送这个女的下山，在下山的路上呢，其实他们已经相爱了，不过就都放在心里没说。到山脚底下，发现有很多那种搜救人员，还有一个男的显得特别的焦急。结果他才发现，这个男的是那个女的的丈夫。后来呢，他坐他们夫妇的车回到了市区。她丈夫还说要请她吃饭，但她拒绝了，一个人回了家。到家之后，她把背包打开，发现里面还有那个女人的手机留在那儿了。没了。这只是篇短篇小说，我还会加很多的心理描写。嗯，问你个问题，这个女的和她丈夫有小孩吗？如果他们真相爱了的话，那女的可以跟她丈夫离婚啊，现在离婚也不算多大事儿。有道理，但他们两个的感情还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吧，况且那个女的也不见得厌倦了她丈夫啊。那不一定，你不懂女人，女人很容易一见钟情的。这只是一篇开放性的短篇小说，开放性的意思你知道吗？他有那个女的手机，他可以去找她，他可以去还啊。挺经得起推销的。真的？嗯，你可以把它写成个大纲嘛。我有个同学，他是搞文学的，是个编辑，我可以帮你发给他看看吗？这怎么好意思给别人看？怎么不好意思啊？你需要这专业意见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，如果他觉得可以，你就可以开始写。你不一直说没信心吗？看星星就要来了。
处。没有。那老鼠可能早就已经跑了，我们过去得有一会儿时间，它随便钻个洞什么的，就走了很正常。我曾经听说过有一种不大不小的病叫搬家综合症，几乎人人都会碰到。就如果你搬家了到一个新地方，前面那段时间会有点不适应，人的精神压力也会比较大，有可能你会觉得听到或看到一些让你感到比较紧张的东西，但他们都是假的，只是压力。我觉得你不用太在意什么。有个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今天是个比较好的机会吧。在北京的那几年，我跟你说我在帮一个朋友弄文学策划，一边工作一边考研，住在建国门附近，记得吗？你来找我的时候呢，我从来没有带你去过我住的地方，就只是带你去我订好的酒店。其实呢，我根本没有住在二环，我住在五环外的一个地下室。我做过体力活，我去餐馆打过工，我在路上发过传单，就是为了攒钱，希望你来的时候能够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玩得好。我当时就想，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苦，为什么不跟你说我真实的情况。但我觉得可能只是想让你对我保持一种期待，或者说是想让我对我自己抱有一种期待，让我觉得等我考研成功了，毕业了，可以在某个平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，那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一起过的那种生活就不再是一个谎言。那我也兑现了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。完全明白。不这么做，那怎么做？先去第二次火锅。
你可以跟我讲吗？到时候我已经上班了。然后呢？用你的钱，吃喝玩乐，再回我的地下室。有时候我觉得你有点太敏感。我敏感不敏感，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。我当时压力很大，大到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些类似幻觉的东西。第一次考研之前，我买了一台电脑，每天每日每夜的打游戏，完全没去复习。直到有一天凌晨三四点的时候，我住的那个地下室门窗紧闭，突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，那是一种很低沉的男人的声音，类似差不多这样的。他跟我说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你相信吗？我真的听到了，我当时怀疑自己见到鬼了。没有任何人，是我一个人，门窗是紧闭的，电脑也是，就是电脑是开着的，但是它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发出那种声音。我只能怀疑自己要么就是见鬼，要么就是我自己精神出问题。然后第二天我去了安定医院，我去找那里医生跟他讲，然后诊断的结果是我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那个医生好像反而还有点不高兴，以为我好像是去逗他还是怎么样。回到家里当天晚上，我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当时我认为是，当时啊，我觉得这是神对我做的一种要求，他要求我努力学习，所以我开始拼命的学习，拼命的复习。我这辈子都没有那么认真过，但是呢，我去考试也就只过了初试，所以那种关于神的说法就他妈扯淡，明白我意思？你刚刚说你听到了，老鼠在叫，看到了老鼠，我就想到这件事。因为我确实没听到什么，也没看到什么，不过这没什么大不了。可能是你说的那样，但是那这个太真了。你想出去玩玩吗？这两天去逛逛街，买点衣服，放松放松。不用，可能多睡一觉就好。最近这几天有点失眠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刚冰好的，一会儿就不冰了。你确定吗？100%。
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理发。如果你成功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用花理发的钱。如果你没理好，那就给我剃个光头，反正也差不多。这是就我以前剃狗毛的推子，你确定能用吗？你就顺着碗的边缘剃，跟你以前的操作比还简单点。还行吧，啊？可能还行。你发现了吗？这个节目啊，它有一种固定的结构，它一开始就给观众一种悬念，一种期待，因为这是关于空难的节目。前面三分之一他一直在讲乘客登机，观众越熟悉这些乘客，那么后面那个必然的惨烈结果就越吓人，悬念就越强。后面三分之二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故的起因，而且他要抽丝剥茧，一个一个的推翻，直到最后才发现真正的真相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你写的是个关于登山的吗？不过我劝你本人不要再到山上去了。这个登不登山无关，我可以借鉴他们的结构，我可以制造悬念。他们有没有发生山难？那个女的只是摔了一跤。可以在这里面加入一种第三人称的旁白。这个旁白说，这个女人一生都在等待一个白马王子，而且这个人今天就要出现。那么这个小说的读者就不会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探险的小说了，而是关于爱情的。而且在这个女人爬山的过程当中，这种期待和悬念就会越来越强。等到这个女人在半山要摔倒的时候，这种期待就达到了顶峰，他们期望他的白马王子来救他。而且这根本就还不仅仅是关于悬念的问题，不是悬念的问题，它里面还有一种幽默感，这种旁白可以带来一种幽默感。那这个幽默感到什么程度呢？那看我写出来才知道。说的还挺像那回事的，我有一种预感，你肯定会因为这篇小说而成名。我在等你朋友回邮件啊，人家毕竟是专业人士，等他给我提点意见，我再修改修改，再正式写嘛，不然浪费时间，你说呢？哇、哦，他早上刚回来。看看啊，吴梦你好，高中一别近七年，令人无比感叹时光如白驹过隙，稍纵即逝。当我们恰同学少年，激荡胸怀，畅想未来，只觉得时间无穷无尽，岂能想到会有今天的通信？只盼某日同学会相聚。大家好，畅叙旧忆，追忆青春。小说大纲已仔细拜读，据说是出自你男朋友的手笔，构思巧妙，想必他是一个心思缜密之人。故事本身有些意思，没有阴袭的迹象，这也是我最喜欢之处。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故事发生的背景太过平凡，没有伟大的时代历史事件的烘托，又怎能产生崇高的情感和感染力？
请代我向他委婉提出此意见。另外，此大纲可见的是他的努力与刻苦，既可见一些功底，但尚欠一些灵气，缺一些真正动人、触动灵魂的、可以升华人生的瞬间。不过，这绝非努力可轻易弥补。行笔至此，学生时代的一幕幕又浮现眼前，双目湿润，无力再写。请原谅我草率的结尾，刘茂然。就说我没有才华呗。人家还是夸了你很多地方的嘛。那客气话。可能他也没有怎么说清楚，要不我再发邮件问。人家已经说了，我很努力，但没用，因为没天赋。你还要让他说的多直白？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个废物。你再说一遍。你打了一个月的游戏，没日没夜的打，对家庭不负责任。我不负责任。那我们现在话是谁的积蓄？谁的积蓄？啊？我每天累死累活的，我拼的吗？陪你打那个傻逼游戏吗？打游戏。我打游戏之前在干什么？就写了个破大纲，怎么了？那场大纲费了无数的心血。就跟你朋友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他说什么了？他侮辱了我，贬低了我。然后呢？你找我算账吗？你找他去。哎，这你倒提醒我，不应该是我去找他。应该是你去找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编辑，而我是一个打游戏的废物，所以应该是你去找他。有道理啊。
店平时是怎么做的？对着菜谱做的，那边就不用看。你走的那天，我自己做了一次，一言难尽啊。嗯，你不在北京没做过？我之前是骗你的，其实我只会做方便面。其实差不多吧。那差挺多的啊。面条的硬度做得刚刚好，还得把调料弄得好吃，这个我反做不到。你小说写的怎么样了？小说还行吧，快写完了。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问题有不少，尝试去解决吧。哦，要不今天晚上我写完了给你看，你现在看也行。不看，我为什么要看？你不睡吗？快带上，家里就一个了，我明天多买一点。带着这个怎么睡觉啊？能睡就睡呗。睡觉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你。觉得哪里不舒服了？没有，我没有不舒服，这是为了预防保险起见。我全部备着。不是喊你带吗？赶快带上。一会儿就带。你刚刚说是为了预防？对，我们都得带。很严重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很快就要大爆发了。大爆发？嗯，就像黑死病，不过这次发生在我们这儿。黑死病不是鼠疫吗？对，新式的，进化的，这次会更严重。你是怎么？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有我的方法呀。
更不会说出去。哎呀，这很难解释的，你当是我第六感好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里那块大石头吗？在一条进山的岔道里边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石头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去那儿玩，你带了很多水果还有一大块蛋糕，那块蛋糕是巧克力味的，因为你知道我喜欢吃那种味道。我拿到蛋糕过后一口咬了一大半，你还记得吗？应该用勺子，我带两把勺子。用勺子太秀气了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12年。应该是12年4月吧。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啊。现在你有忧虑吗？有啊，我们的生活，你的前途吗？其实你没必要忧虑，因为我小说已经写完了，随时可以投稿。而且以前的话，我写东西不给你看是不行的，我想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会不会看起来很蠢。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自己可以一个人把它完成，而且你的那位同学说的东西我也不在意，因为我看了地下室手机，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恢宏的时代背景，要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它就是一个小人物在一个地下室里面的所思所想一些日常活动。如果我要认同你同学说的东西的话，那我也必须否认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伟大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所以你放心吧，我会顺着自己的感觉走。我不希望自己现在的写作方式会让我们变得疏远，我想让你知道和以前一样，我还是看重你的想法和感受。嗯，没事，你写顺利就好。毕业这几年每次见面都是我在聊我自己，从来没有听过你的生活。这几年你到底过得怎么样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快把你口罩戴上。我希望你能放松一点，我也不会强迫你说什么。如果你累了的话，咱们就去休息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看看有没有烧烤之类的外卖。你在干嘛？你突然对我这么好干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关心我？因为我在意
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吗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你也知道我毕业就回上海了，本来我很快就想去北京找你的，但是我爸妈不同意，他们说你刚去哪儿，工作不是很稳定，我去了肯定要吃苦的，所以让我等你两年。后来他们就安排我去了他们朋友那家公司，我是学园林设计的嘛，那公司是做证券交易的，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，但他们说那才是有社会地位的工作，所以刚开始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懂，但我也不想学，每天特别的烦躁，整夜整夜的就睡不着觉。然后，我们部门有个经理，他那段时间有特别照顾我，我可以经常请假，有时候他会请我喝咖啡。有一天，我周末回家，发现他坐在我家里，跟我爸妈一起等我吃饭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们认识，他爸妈和我爸妈是老朋友了。我没有多想，我就一直把他当哥哥看待的。但是，时间久了就产生了一种就好像是那有一种依赖的感觉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。然后有一天晚上，他给我发信息，然后说在一个西餐厅等我。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猜到了他要说什么，我打车过去，然后路上堵了，堵车的时候我就看着窗户外面。然后就想了很多的事情，想了大学的时候，想了在北京和你见面的时候，想了我在上海的生活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他们对你的态度，然后还想到这一连串的事情，我就发现，好像我一直是被蒙在鼓里，我被他们骗了。我怀疑这整个一连串什么工作啊，什么，其实都是他们安排好的。他们在我相亲，然后我看着我自己坐在车里面，然后我想到你，我感觉，我真的感觉很羞愧。后来我就回家了，然后我跟他们大吵了一架，我也从那个公司辞职了。后来我还是找他们借了点钱。不是说想弄
设计方面的事情。我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说我要开个那个设计工作室吗？还记得吗？他会愿意借这笔钱给我，其实原因我知道，他们想让我知道我到底有几斤几两，然后等我失败了自己再去依附他们。但我确实不争气啊，我把钱全赔了，我什么都没有干成。后来我在家里半年，一直抑郁，一直感觉特别的压抑。我几次自杀，最后都还没有成功。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长这么多白头发了吗？这时候听你说你要从北京回老家专心写小说当作家，我又感觉好像找到了希望。希望现在你知道了，这就是我。我可以说已经背叛过你，我无能，我干不了任何事情，还要把责任推到你身上逼你成功。这就是我。现在你还关心我不？明天就走，我会去面对我的命运。你错了，你说的都不对。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在他不到两岁的时候，他父母离婚了，他跟着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也很快再嫁了。在他长大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都活在害怕里面，因为他的父母都打他，罚他跪，扇他耳光，踢他，让他捡掉在地上的饭吃。他的妈妈不是很喜欢做饭，一次喜欢做一大锅，然后就可以吃一个星期。他的继父呢，不喜欢热饭，所以他们父子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吃冷饭。
等他长到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，但是内心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值价的东西。对任何事情也没有信心。或者他长大了，为了让他的父母开心，他去了一个特别遥远的城市，在那边拼搏了几年。在这几年里，他父母没有去看过他一次，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当然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后来他受伤了，所以他回了他自己的家乡。有一个人跟他一起回来了。他回了家之后，见了他父母一次，主要是为了把他们帮他租房子用的钱还给他们。剩下的时间他都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，那个人他不会做饭，不会洗衣服，也不会打扫卫生，但是他努力的学，他让他每天都有热饭吃，帮他理疗，听他说一些特别丧气的话，给他打气。他心里其实一直非常的感激他，但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。你说，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的自私？连一句谢谢都说不出口。我倒觉得他那个伙伴有点居心不良，他真心讨厌这里的一切，但是他忍住不说，想别人的成功来帮助自己。那是他低估了他自己。你有多久没见过日出了？下面的工地已经开工了，那些水应该很快就会被抽走了。那这儿很快就会变得很吵了。我想起我们刚来的时候，我说这下面是个破工地，积了很多脏水，你还记得吗？后来我看到很多鸟来玩，有麻雀、燕子，还有白鹭，他们好像把这里当成一个自然的池塘，来喝水玩耍。你觉得我们可以像他们一样吗？
不会飞，也不想和你一起上新闻。不过我之前就看到那边有几座山，经常被雾挡着不过你看，现在还挺清楚的。你想去看看吗？反正你也快好了。我才刚好就去爬山，有点儿太激进了吧。山脚下散个步还是可以的。刚熬了个通宵，谁知道扛不扛得住啊。我看你精神好得很啊。那个我饿了。那我先去做饭吧。嗯，我们可以带到山上去吃。要不要戴口罩啊？不用，现在外面的人都不戴口罩，安全得很，你放心啊。好吧。